怎么了？丁总，咱商量一下呗。不是，这个爸呀，我真是当不起了，真的。哎，怎么就当不起了？嫌工资少是吗？哎呀，少我可以给你啊，我可以给你加一年、三年，要不然你说个价，多少都行。不是，丁总，你别误会，这现在不是钱的事儿了。这，你儿子和我儿子，他是一个学校的。怎么会这么巧？我真的，我不骗你，我都看见我儿子了。你说别为了当个假爸爸，把真儿子给丢了啊？我真当不起了。我把钱全退给你行吗？如果你要是……我再赔你点损失。别说了，别说了，不用啊，我一看这个馒头铺啊，我心里就堵了。我天天都在这看着。你现在都是金领了，怎么还愁眉苦脸的？这个金领啊，不牢靠。怎么了，丁总反悔了？那不行啊，咱是有合同的。我不干了。你不干了？为什么？啊？你说得多巧啊！这丁丁和小璐一个班，挺巧。丁丁这孩子呢，天天哭着喊着让我接他上学放学，就这用不了几天就得让小璐碰见，到时候哎呀，我咋跟孩子交代呀？要不你乔装打扮一下得了。孙正，那这活多好，一天800块钱啊。你这洗车，洗多少辆车才800块钱？手都秃噜皮了。洗车心里还踏实呢。那丁总答应了？怎么说呢？在电话里就唏嘘了。啥玩意儿？唏嘘什么？你要哭了呗。要哭。来了，啊！我想找你谈一谈。上车吧。Thank you.
了。知道咱俩有合同，这法治社会呢，就一切按合同办事儿。我违约在先，你看怎么办啊？你说。你看，是这份合同吗？你看清楚了。对。哎。卡里有10万块钱，密码是6个0。我对你要求不多，我只希望你能够陪丁丁过完这个父亲回来的假期。丁总，这钱我不能要，我不是在这儿跟你讨价还价，你不了解我。我也不是趁火打劫的人，真的。你不是欠了10万块钱的债吗？你不是想从我这儿赚钱还债吗？我帮你，我心甘情愿的帮你。只要丁丁快乐，我丁蕊做什么都行。大宽哥，我知道。你不是看重钱的人，但是为了儿子，你提要求，只要我能做到，怎么样都行。丁总啊，你说这话吧，就是在扎我的心。我有个地缝，我都想钻进去，真的。我是欠钱了，我得赚钱还债。可我不干了，是因为我儿子也在那个班，我回避不了，真的不是为别的。你说要不是逼到这个份儿上，我还靠给人家当假爹去赚钱。这事儿已经就很不是爷们干的事儿了，这说句不好听的，他都有点恶心了，是吧？我怎么去面对我儿子啊？我将来还见不见他？我儿子怎么看我？你说丁丁是你的亲骨肉，那小鹿身上也淌着我的血，对吗？对不起，我求求你不要用"恶心"这个词儿，是我不好。大哥，我知道你有自己的家庭，有自己的孩子，我不应该用这种方式把你强行的拽入我们母子的生活，对不起。不，你可千万别说对不起。丁总，妹子，我其实都知道你是想帮我，真的，你是想帮我，我都知道，我谢谢你。不是我的错，我真的是错了。不应该跟那个男人结婚，我更不应该生了丁丁。丁丁从一出生，他就注定是一个没有爸爸的孩子。都怨丁丁，都怨他命太苦。不过，我想等他长大以后，他能够理解他妈妈的苦心。
陆大哥实在对不起，都怪我自己给您添麻烦了，实在是对不起。不是那个丁总，我求你了，你别哭啊，我最看不着别人哭。这样，要不这个假爹，咱还继续当，行不行？啊，我得有个要求，我就别上学校接送了。啊，谢谢你。嗨，谢谢。睡了呢。